说可，仍然是心里爱着你，离别之苦似匹步，但你轻轻的拥抱，像说你莫再奔逃。当彷徨的心有你鼓舞，才能纵你跌倒，我内心感觉到，从来未相信这是爱，你的心总看不透，为你空等千个晨早。就算我开心不开心，有谁想知道，伤心不伤心，向谁可透露我最后决定离别最好。痴心不痴心，我难于倾诉，轻松的分开我未做到，只想一世在你的拥抱。飞机啊！我哋咧有阿伟嘅点唱歌啊，千个晨早系嚟自我哋周慧敏嘅一首歌曲啊。Hello， 中坡菜 ，Hello， 你好，有 CK，Hello，CK， CK， 多谢卢国强校长啊，多谢你嘅赞赏 ，Thank you。哎，彭于晏嚟咗，彭于晏 ，Hello， 好久未见咯。Hello，Limi， 你好 ，Hi。仲有头先见到啊，三文哥 ，Hello， 三文哥 ，Hi。是 OK，我会饮啊，多谢我哋阿伟嘅 Super Chat 支持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。好啦，开大声少少字。今天应该很高兴 feel，
即系应该要唱多啲开心嘅歌系嘛？你嘅意思系嘛？好，睇下先吓，嗯，我应该唱睇边度？睇呢度，你咩条片？呢这条片教自己帮自己剪头发？咦，我睇唔到你有 link 喎，你系咪 share 咗条 link 出嚟啊？但我睇唔到有 link 喎。而家疫情已经缓和啦 ，new case 在10,000以下，比较几星期前每天100,000 new case 好很多。啊，咁就好啦，但系你都要小心身体啊，知道嘛？虽然咧，啊，而家系已经比之前100,000咧，即系跌咗好多倍啊吓，咁但系咧都要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嘅，知道嘛 ，Sophia？ 系大家都系啊，唔系净系 Sophia 噶，大家都系噶。啊，睇下先吓，小猪同埋小林好睇。哦，原来杨丞琳叫小林啊！Hello K K 你好啊，第一次听呢个节目 good show 嘛，多谢多谢 K K，thank you， 多谢啊，多谢你啊。work from home 时间系最好，嗱唔得咁噶 ，work from home 咧就梗系要 work 噶嘛，即系唔可以边 work 边睇噶吓，唔啱噶，你唔可以讲出嚟噶喺度，知唔知啊？即系要做嘢嘅，知唔知道我 work from home 系 work 嘅 ，OK work work， 你可以喺休息嘅时间睇，但 work 嘅时候你就唔好睇啦吓。喺度冇咁大声啊嘛。好啦，咁咧，嗯，睇下先吓，仲有咧。多谢你专心听小米啊！第一次唱好动听，冇唱错。哎呀，好紧张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我寻晚练歌练到几点啊？我寻晚练歌练到2:00啊！我10:30好似，我冇记错，好似系10:30，唔记得9:00定10:30啊？好似系10:30啦，我冇记错。9:00好似仲未开始嘅，应该系啦，应该系10:30开始嘅。咁就咧。昨天練歌練到2:00的凌晨，所以呢我很緊張啊，好緊張今天的首唱啊，因為我不想呢即是直播呢即是唱得不好啦，跟住然後夜晚呢就要再花一段的時間呢去重新再錄製過一些歌，那如果呢即是唱得好我直接 cut 了那個直播那個 part 出來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不用再錄過咯。有啲好衰啊！咁你哋又可以听得好听啲啊嘛，系咪？嗯，系比较算我比较个人比较真啲，比较直啲啊 ，sorry 啊！呢首歌第一次听小米唱，好好听，多谢破超 ，thank you。我虽然听过，但系都好嘥吸。系啊，其实咧，如果唔系阿伟点咧，我都唔识呢首歌。但系咧，我听下又觉得吓几好听喎，首歌。周慧敏唱的，是啊，没错，周慧敏唱的。嗯，诶，Silva说什么？现在呢才封城，有没有迟一点？前两年我们在这里讨论疫情啊。 OK， 上戏今天应该很高兴，今天应该很高兴是不是歌来的？好似系歌嚟嘅喎，系嘛？系咪歌嚟？好似系。哎，我饮啖水先啊，等我阵。新嚟嘅朋友，欢迎订阅 ，thank you。如果咧嚟入咗嚟嘅朋友，欢迎帮我俾个 like 啊 ，thank you。多谢你哋啊！好啦，我哋咧落嚟咧，我哋落下一首歌啦吓。咁下一首歌咧，个朋友咧我就好似未见啦。咁我睇呢个边个嘅先，呢个都未见嘅。啊，点咗嗰个朋友咧，咁啊可以出下声啦。咁啊睇下系咪到啦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咁我都要照唱噶啦，因为咧有啲朋友咧冇入到嚟咧，哦系歌嚟噶，哦。
大明日派的今天很高兴，我看到 Water Boy 啊，喂嗨你好啊，你入嚟咁我就可以唱歌啦。Christine 都入咗嚟系嘛 ？Hello Christine 你好，系歌嚟的系嘛？大明一派唱歌，哇大家都识喎，原来咦睇嚟好 hit 噶呢首歌，等我要去听一下。今天应该很高兴，我记得之前好似 Water Boy 讲过一次咗呢首歌，因为个歌名我记得好似佢讲过一次，所以我好似有啲印象嘅，就话系咪一首歌嚟嘅，好熟口面喎咁啊。Hi 水晶妈妈。多嘢做 work from home 一樣係辛苦，係啊，其實都係嘅。其實咧 work from home 咧，可以講話24小時 on call， 即係基本上公司一有事咧，就基本上就會揾你啊。因為你而家已經 work from home 啊嘛，咁自從有 work from home 呢樣嘢之外咧，之後咧其實就冇一啲嘅藉口咧話啊，例如可能打風唔使翻工，乜都唔使做，又或者可能咧就唔會有嗰啲例如啊你病咗咩？喂你屋企都可以搞啊嚇，或者你翻唔到公司嘅時間就唔會講話翻唔到公司做唔到嘢啦，咁我又一定要話嚇係咩？你屋企都可以搞啦 ，work from home 啊嘛嚇，係所以。有好有唔好啦 ，work from home。不过如果你话咧，即系你话 work from home 咧，咁啊悭翻啲车钱啦，系咪？咁如果咧你话有时咧，好似我咁样，我会有啲文件上高嘅嘢咧需要处理嘅话咧，咁其实咧翻公司系会好啲嘅，方便啲。因为有时咧你睇唔到啲嘢咧，你冇实质嘅嘢喺手咧，其实又真系好难做嘅。啊，咁但系咧，當然啦 ，work from home， 咁你可以即系慳翻啲車錢啦，唔使行嚟行去啦，咁啊又可以啊瞓多一啲啲嘅時間啦嚇，因為你唔使搭車啊嘛，係咪？咁啊瞓醒覺，牙都未刷就已經可以開車到撳電腦啦，啱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我覺得咧有好有唔好啦，都係嗰樣嘢啦，啊，係啊，阿Simon哥已經喺度唱緊嗰首。叫做咩？已经开始唱紧嗰首咩？今天很高兴啊嘛！1988年嘅圣诞歌嚟嘅，哦，